这么多姑娘，愣是连个短头发都找不着。哎，哎，娘娘，哎，你们俩过来，快点！干嘛呀？快点！你看，这不就一把枪吗？你懂什么呀？领赏去。 醒了，要不要喝点水？鬼啊！快过来！我不是鬼，我是人。你看看，来，没事的。这是什么地方？ 你问我们这是什么地方，我们也不知道。我们跟你一样，都是被人迷晕了带进来的。迷晕了？这枪哪儿来的？ 这是我这小兄弟跟街上捡的，捡的。哎，别动！配枪的人呢？兄弟啊，什么意思？说好我替你们找人，你给我们赏金。现在我把线索带来了，你们想耍赖也就算了，千万别伤了和气。伤了和气？我们并没有告诉你我们要找的人是谁，你们怎么就单单凭一把枪？ 就认定是我们要找的人，分明是你们掳走了人，想要趁火打劫，讨两份赏金吧。这么精致的枪，整个库伦恐怕也难找到第二把。况且上面还刻着字，我一捡到这个东西的时候，我就琢磨着，这应该就是你们要找的人落下的。燕城，放下，去把赏金拿过来。 你们做的很好，我这个兄弟关心则乱。龙哥是吧？我要找的这位姑娘是个谨慎之人，绝对不会把这么重要的东西落在街上。她恐怕是遭了什么变故，她是一个柔弱之人，我真的非常担心。龙哥是本地人，手眼通天，我想你应该可以给我什么线索。 如果帮我找到人，这些钱就是你们的。最近街面上不太平，好几家丢了姑娘，有一群人贩子专挑漂亮姑娘下手，先迷晕了，关起来，再卖到本地黑窑子里去。那你可知道他们的老巢？这我哪知道啊！目前虽然尚未收到杀手的消息。 可他乘坐的火车并没有驶往奉天，而是不知去向，可见是出事了。不能大意啊！那个小崽子不比常人，那赵阎王的煞命不是白来的，多少次死里逃生啊！你去查一查火车的下落，一定不要让他活着回来，大赦不死。 后患无穷啊！是，金小姐，我能准备的只有这么多了，您看够吗？应该够了，我要准备做手术了。
你在外面等一下，有什么事我再叫你。这，燕城，出去。那就拜托你了。应该会很疼，你忍着点。我看着你就不疼了。离开我了。